你们看一下哈，爸爸现在充当托尼老师了，这是青宝强烈要求的。我们来采访大家，为什么要强烈要求爸爸给他剪头发？那不是因为你刚才在哄弟弟吗？然后呢，弟弟现在睡着了，在那儿。对，然后我就是来找我爸，让他给我剪个刘海，看看他的技术到底行不行。那以后就是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交给爸爸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对，要是技术可以的话，先锻炼锻炼爸爸，是吧？放心吧，左撇子剪的可值了。爸爸是个左撇子。青宝现在身上这块白的是弟弟的弟，我不能说说他不用的尿垫，但是是新的，没关系，爸爸就给他想方设法剪了一下，结果弄成这样了，然后害怕就是弄他身上。我看爸爸的手怎么样，来，耶，爸爸都不敢动，你看到没？就这样一点一点，爸爸都不敢动，宝宝，你还害怕？爸爸剪的还可以，大家看到没？还挺平的，大家这样看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！耶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来，让我看，让我看。剪歪了。我要过去。嗯，托尼老师，托尼老师失手了没？托尼急了，气气气，让我妈剪剪。去吧，金毛气的，你还让你爸剪不？爸爸剪了。你们看爸爸，爸爸，你还能笑出来吗？啊，青宝是这个表情。没事，我再修一下。爸爸是这个表情。别修了，让我妈妈修。没事，我再买两个。不要。现在彻底不让爸爸上手了，怎么办？你要相信我的技术了。你真的相信我？你先把他脸上碎渣渣先弄弄，行不行？你看，都进到鼻子里头了。哎呀，爸爸，爸爸太不细心了，爸爸。你别弄。哎呀，弄袖子上了，宝。现在到最后环节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、把那个霍霍也弥补了吧？弄好了。青宝，那你咋看着还是满脸不愿意的吧？一会儿你照照镜子，行不行？对，我不放心吗？他主要是不相信你的手艺，是不是？嗯。你看，这个表情，从开始剪到现在快结束，始终都是一个表情。好了，他现在。他现在要急着先拿梳子把刘海梳一下，再去看看，急着去卫生间看看爸爸给他剪的怎么样。肯定不错，放心吧。可以，爸爸。大家看一下，爸爸给我剪的，是不是非常整齐？我现在来评价一下哈，就是虽然刚开始剪了个货，但是最后经过妈妈的修整，还有爸爸修整。非常整齐的，对，中间我插了一手，对不对？对哎呀，这简单吗？这简单怪简单了。对，那行，以后就交给爸爸了哈。好嘞，那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